而今天的主播到你家，我们来看看人气模特儿安琪的家。买过网拍衣服的人一定对她不陌生。安琪她曾经当了10年的专职网络平面的模特儿，各种的平台、网络商家还有杂志的封面都可以看到她美美的身影。那如今呢，她跟先生小眼睛一起创业，当起服装品牌的主理人。婚后的他们在新北永和买下了人生第一间的 Kick It 组，以不到2000万的价格买下三面采光、室内有43平的老宅。那么如今哦，整个家是返老还童，打造成轻奢网美风，同时还兼顾了好财位跟好风水。你好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琪，欢迎来到我的40年时髦老宅。哇，40年的时髦老宅，真的有够时髦，但是完全看不出来是老宅啊。对，因为其实你刚上来的时候，外面其实真的看得出来，可是里面真的是看不出来，就是这个比我跟我先生年纪都还大。真的，对，刚好呢，他这个我们的前屋主是第二个转手的屋主，他有先装，他前面也花了大概几百万装修过，所以看起来没有那么老，你就会有心动的感觉。不然我们去看过其他层，那真的很老。就是阿公阿嬷那种装潢的那种，我懂，就是屋况还 OK， 对，然后条件也都很 OK。对，重点是采光，三面采光。我觉得以就是新北市这个地区的话，就是要高楼采光好，真的很难。对啊，而且真的很大哦。等一下我们来好好看一下他们家。镜子就是因为我原本之前的工作是模特，那就是因为个人就是非常的爱美，然后一定出门前一定要。看一下自己的着装啊，再度的检查一下，对，看看哪里有没有。回家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，说今天的你辛苦了，对，然后就可以卸下一切。回家也要再看，仪式感，很仪式感，对，就是很爱照镜子。对。那走进来这边，其实马上就看到餐厅区了。对，我觉得你们家真的很有那种网美风格，哎，然后我是很时髦，老网美一定要有网美风格。不会，还是很年轻啦。那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的餐厅。好，这个呢，就是因为进门人家说就是不要完全要看到餐桌嘛，可是我觉得还是要挡一点点，对，然后稍微有一点，对，稍微有一点的感觉，对，然后这个是因为这个柜体。就是我们个人，我跟我先生很爱金色，就是比较浮夸。我们的婚礼也是金色主题。然后设计师说，那我就说那有什么东西配金色？然后他就说那蓝色。那刚好因为我前几年跟我先生有去土耳其，他们就很多宝蓝色系配金色，然后就很有质感。所以我觉得这样搭起来其实真的很漂亮。然后这个柜体呢，就是里面呢，它就是可以放我们各国环游世界的哇收藏品。对，因为我们前一个家没有这么多。收纳，然后虽然收藏品，然后摆出来会觉得很可爱，可是其实久了很乱，而且会有灰尘。对，然后就会觉得很阿杂。对，然后我也会把我的就是包包，就是我的收藏的包包，噔噔放在里面。然后不愧是人气模特，对，就把它们藏起来。然后好多，对，然后这边价值不菲。然后那个上面有除湿，所以它有除湿换气的功能，比较不会发霉。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家的电视墙。好，我觉得你们家的电视墙很漂亮，哎。对，而且听说你们家为了这个漂亮的电视墙呢，之前还舍不得装大电视，对，还只装小电视而已。对，就是因为设计师的坚持。我们就说我们喜欢看电视，我们要大电视。他说可是你们的墙已经这么漂亮了，为什么要大电视呢？那时候我们就买了55寸，可是因为疫情，我们真的受不了，我们后来把它换掉，换75。因为我们这个墙壁呢，当初我其实想要装。整片的大理石，可是大理石整片的话，那时候选到的估价大概要100万，然后我就说，谢谢再联络喽。我说那有没有就是类似一样质感蛮不错的，然后比大理石再又会便宜，然后又比美耐板好，然后就是这个，它是意大利的非常知名，就是最有名的一个那石英板、石英砖，然后它也叫做岩板，然后它可以做整大片，对，它可以把它切割。然后重点是它比较薄，它因为大理石比较厚，它可以比较薄，然后可以把它坐在我们木工上。我们这是隐藏门，推一下推门，它就变柜，这边柜子我们可以藏东西在里面。我就藏一些药品啊什么的就在里面这样藏起来。对，你可以大家看一下，这后面就是木柜，对，然后这个就是把它贴在外面的石英板。对。家这个风水呢是有请高人来特别指点的，对，所以那我只能呢请我的
八字命理风水师出来，那 A K A 是我老公这样子，其实就是你先生这样子。对，欢迎出场，耶、yeah ！大家先生怎么称呼？我叫 Alan， 好 ，A K A 小眼睛 ，A K A 小眼睛，那比较小。好，那小眼睛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的这个财位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这个你们家其实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信仰，对，这是我自己的家族信仰。嗯，那我们就我是。叫它称为南无妙法莲华经，保佑本尊这样子。对，那这是自己的家族信仰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偏财位，那偏财位的话，我这边安放的这个呢是这个紫光庄的金鸡。那这个可以让我们把这个财把它咬住，把它聚气下。它刚好是一个在转角的地方，对，它是长风纳气的一个好位置。那在牛角做这个布局，然后必须要打灯。哎，那主要的财位是在这个对角上。对，那我们这边来看。好啊，那我们来这边看一下。哇，两只大貔貅，对，摇钱摇钱。对啊。那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是主财位的部分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主财位的话，本身就是要从户外摇钱进来，然后每天呢摸它的头三下，然后跟他说啊，貔貅啊，貔貅，帮我摇钱进来。对。那中间的话呢，就做这个聚宝盆。那聚宝盆要有盖子，等它摇钱进来之后呢，放在这个聚宝盆里面，然后让它这边感觉就很。很舒服的感觉，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很漂亮因为它其实就是做一个有点像是端景区这样，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招财的一个财位。非常感谢小眼睛老师的介绍。谢谢。安琪再来带我看看你们家的厨房。其实我真的很想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厨房，就是因为他们家是老宅翻新嘛。对。然后我从资料上面看的时候啊，我就发现说，哎，很厉害耶，因为。Before after， 其实你们没有做太多格局的更动，但是整个装潢完全焕然一新耶。对啊，因为其实这个真的就是也是要更好，就沿用我们觉得前屋主他已经有第一次的装修过，让我知道大概有什么样的想法。然后我想要全室都摆摆，因为它其实厨房没有很大，我觉得白可以让整个空间感变大、放大。对，然后虽然说它的格局是一样，对，但是换了颜色，对，然后换了整个厨房的厨具材质，就真的完全不一样。对，然后一定要秉持收纳。我们家真的花很多钱的装潢都在收纳，又全部都把它给收起来，就不会很乱。对啊，而且我喜欢你们家的厨房这边，刚好它是有窗户，对，有采光。对啊，有采光的厨房真的很棒。这个跟风水也有关系，真的哈。对，小眼睛要不要再过来一下？这个地砖，这地砖就是很棒，然后它也是就是意大利进口的，它就是很耐脏，很耐脏，然后很就是很防滑，如果你油不小心。打到它也不太会吸，马上擦掉也都 OK。然后它那个洗地孔的时候，设计师也帮我，可能是用黑色的，所以它其实油污啊什么的，真的都看不太出来。对啊，看起来几乎是没有什么细缝。对，所以我很推荐厨房的地砖用深色系。Hello， 嗨。接下来带大家看我们的主卧。哇，我觉得你们的主卧好温馨哦。对，就是走一种温馨。然后当初也是看上这个老屋的采光好，这个因为它也是有梁的问题。对对，然后我先生有特别跟设计师说，一定要关于风水上，他一定要做成请木工做圆弧。真的。对，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木工就不太好找，然后木工师傅都爱跟那个设计师阿九说，这家一定要做这么多圆弧嘛。对，然后就是为了风水，然后让他在这边刚好有人在床下或。过它下的时候不会卡到，所以在风水上，其实，在主卧很多比较尖角，对对，就是要圆弧，要圆弧的设计。像这个柜子，我们这边，你这边也是请木工，也是做一个圆弧，对。然后这个卧榻当初就是想说，我们想要做宽一点，就是如果那个谁吵架，她老公就一定要睡在这边，对。然后它的采光就是很棒，它白天可以在那边看书啊，然后躺着。对啊，好舒服。而且你看这个卧榻好深，对，它真的很深，它几乎是一个单人床的深度了。所以我想说，如果之后我就是宝宝出生的时候，好像放在这边隔一个围栏也都 OK。对啊，超级适合的。对，那你的这个梳妆的地方在哪边？这就是厉害，在你后面。这个呢，好多神秘的空间。对，这道门呢，它也是木工，看做的很精致，它还有细的雕刻。外，这个呢是第一道隔音。OK， 然后我的化妆室是在这。哇，这边呢是我的化妆台，欢迎光临。是小而美的对化妆台。对，然后这片呢就是它是大理石的，就是沿用我很想要用的大理石。可是就是预算有限，所以只能局部点缀。那这个大理石就是整片，然后下面这个是珍珠贝壳板点缀金色。然后它可以做整面的，然后我的保养品。会每天用到就放在这，然后香水柜，然后我有一个很喜欢的这个特色点，是跟设计师也讨论很久，这个
噔噔，这个东西可能男生不懂，可是我们女生就懂，因为我们在化妆的时候，其实上面很容易会有黄光，嗯，也会下手太重，没错。可是我的自然采光是从前面来的，所以我一直坐在这边的时候，我可以化完妆的自然采光从我前面来，然后看起来就会妆，就妆容就会很准，好专业哦。来到你们家，我觉得真的是让我学到很多老宅翻新的技巧。这样，那我觉得也想要帮观众朋友们问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也想要做老宅翻新，那目前呢，你们住进来多久了？多久？差不多快三年。快三年。那有没有什么最大的优点，跟你们觉得可能要包容一下的缺点呢？我觉得优点就是因为它已经是老宅了，老宅基本上都会选在一个地方地理位置最热闹的地方，那它就一定可以闹钟取景，就是你找老宅它可以找闹钟取景，地点方便，对，地点很方便。老师呢？老师价钱是最重要的，价钱是不是？就是比新房实惠，比较实惠，对，实惠很多，少很多，就是享受比较大的空间这样。好，那缺点呢？缺点哦，房子老的话，基本上你在装修的时候，水电瓦斯这些线路都要全部换新，所以呢，在装潢的费用上面会比较高一点。一平可能就会比一般新成屋或是十年内的房，一平要抓多2到3万。一平要多抓2到3万。对，你们那时候装潢这全部多少钱？对，哦，将近快400万。对，最重要就是为了预防以后楼上楼下邻居大家闹不开心的吵架，所以我们做了什么事？我们把楼上楼下的那个污水管都把它全部换新的。真的？对，他们应该很感谢你们吧？对，他们可能想说我们先去跟他拜码头，他们要干嘛？我们就说没有，我们想要自备帮你们换污水管这样子。那他们怎么说？好啊，对，好啊，进来喝茶。对。你如果不先换，我现在装潢好了，如果我不小心我漏水要楼下的，我的也要打掉，对啊，楼下也要打掉，或楼上漏给我的话，我也还是要打掉，他们也要打掉，就后续会很麻烦。对，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，我们主播到你家，下次再会喽，拜拜。